但现在发现学了间接之后，那个境界就没有了，因为定力啊，那些境界再也进不去了。嗯。但有一点，就是发现你以前刚才师傅您说刚才这个是那种就是那种高高在上那种脱俗的那种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就被现实的束缚给扇耳光了。嗯。就是你现在。你被卡住了，但是也不是神经质的说今天我好了，明天我不好了。嗯。所以现在我有个办法，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切，我所知道的，无论是外境还是内在想法的一切，只要是我所看到的，都是被知道的，他们都是虚幻的。就是时时刻刻，我尽量用这个办法。那我现在因为还用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有一点问题，就是从一开始你就卡在这儿，就是你看刚才你在描述你的境界的时候，你说。我无我了，就是感觉不到我的身心存在了，但是我对一切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是用人力的眼睛看的，还是用其他眼睛看？就是你知道。知道，你知道了啥？你知道这块有个善者，你知道你无我了，你知道你的身体不在了，是不是？你知道这是人力的直接吗？这个直接卡住你了。所以你动了，这是人力的直接，就是说你没有出人道，所以你这个六根肯定在人道被困嘛。你没有真的，你就算你肉体坐在这儿变成光了，你觉得我变成光了，你知道这叫人吗？你这个人在那儿，你怎么不受人道的苦难呢？你变成虚空，你说我变成虚空了，你知道这是人吗？只有人力这样认为，我变成虚空了，我变成光明了。只要一起二元对立的，你就在人道空中，啊，不是内外。当我们修定的时候，内境外境知道吧，都是假的。刚开始你修，你说是这样的，继续，是能知道的假，能知道内外境假，能知道内外境虚幻的这个假。你现在人假，你这个人是假的。哎，就是现在不是内外境，里边酸麻冷胀痛，哎，里边内境是说，哎呀，这个肉体酸麻冷胀痛，这是个内在觉受吧，这叫内境嘛。还有。对，还有身体变成光了，变成虚无了，变成就虚空了，或者变成什么放光了，或者变成黑暗了等等，这叫内境。嗯，外境就是见闻觉知到的一切，这两个都叫人力的直接。嗯，你只要一动，本能的觉知，这都是人道，你在人道，因为你是胎生的，你只要起心动念一动，所有的佛菩萨知道你在人道，因为你起的心是人力的心念，因为地狱道都是另一种想法，你是人力的想法。好，你已经控在人道了，你在人道的时空里，知道吧？你在生灭，就是你一起人力的起心动念，你已经在人力的时空里在轮转生灭，知道吧？你在创造幻境嘛，知道吧？因为根尘是你创造的，是你的梦想里边的，你在创造梦境，知道吧？好，是这个创造梦境的这个人是假的，不是内外境，内外境跟你没关系，知道吧？内境外境跟你没关系。你寥寥分明也罢，你看不见也罢，你看见也罢，你怎么是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真的，这个东西才是有，才卡住你了。哎，中间那个东西卡住了，那个东西不要动，没有寥寥分明这一回事，知道个啥？你啥也不知道。这就像佛说测万法缘，测个啥法是吗？我们这就是我刚才还要跟你说，我们总要知道点东西，这就是为啥我们总要说测万法缘一定是有个万法坐在这儿，佛一个一个如数家珍，这个苹果从哪来的，这只有你头脑里边才有这种万法。佛说万法如虚幻梦幻泡影，知道吧？当然跟人道说的话，这杯子从窑里边烧出来的，高温烧出来，这叫缘起。那跟鬼说的时候肯定不这样说，是吧？鬼都看不见这杯水，怎么说呢？他佛说这个存在不存在都没法说，是吧？假象假名，他跟谁说话的？这叫测万法缘吗？那如来如果测万法缘，那跟六道怎么说的不一样呢？那到底哪一道是对的呢？你肯定，你要是十分钟以内你在六道转一圈，你肯定觉得佛有问题，觉得这个佛刚才在这一道这样说，刚才跑那一道又那样说，你每一道众生都认知不一样，时空也不一样。说佛还测万法缘呢，哪一道说的都不对，哪一道都不对。那佛说，都假名嘛，是吧？都是假名嘛。说对了，就是本性都是如来嘛。其他的是你要认为有个杯子，我就讲讲这杯子从哪来的。没有万法，什么叫缘？没有测万法缘，
佛啥也不知道，佛不知道啊，知见无间即是即涅槃啊，佛没有东西可知，没有东西可知、可见、可闻，知道吧？你好想知道些，你见到啥了？你是听到啥了？你见到你变成光了？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就算你坐在这变成光，那就是个投影嘛，知道吧？这是知见问题，你的卡在知见上。我们总想知道点啥，这就是大家说修觉而不动。老师，我觉得我散乱了，我现在静下来。这已经是能觉得所觉的都懂了，是吧？觉而不动，没有能觉得，没有所觉的。但你总想觉点啥？我觉得我静，我觉得我动，我觉得我定住了。老师，我觉得我放光。哎呀，我开始身心清安了，头上有，你看很清凉的凉气，一下子就下来了。清安，我脚上发热，对吧？我说挺好，继续吧。说好像我进步，我说进步了。你总想觉点啥，这是人类的习惯，知道吧？因为有一个我总想觉点啥，我觉，知道吗？没有法可觉，佛说圆觉境界里边无万法。你想觉点啥？无我无他，你觉点啥？没有众生，没有时空，没有你。你觉点啥准备？起念，三千大千世界不起念，没有东西啊。你在空性里面想觉点啥？你这何况见闻觉知这回事？这都是人力才有六根嘛，才分了个六个部分，圆觉都没得觉，你还又看见啥了？听见啥了？这不在六道转悠着吗？是吧？安住在本空的境界，圆觉境界，你就突破了。不要在内境外境上折腾，这就像我们修耳根圆通，老在声音上折腾。你的声音，你已经跑到声音上了，你老在声音上，声音动静，哎，我不分别了。你怎么知道你不分别了，是吧？这儿讲，能闻的讲，能闻的耳根讲，声音也讲。那个声音本无动静，就你这儿嘛，这儿不假，才你分别出来的嘛。你怎么分别？你都这儿没这儿在动。当然不是这个肉耳朵，是里边那个能闻的功能，能闻的功能。从闻性上安住在闻性上，但闻性一开始大家不知道闻性在哪里，你先不要动，就是先就那样子，不要动，它自然会回来。我们学佛就可以了，闻性就回来了。没有能觉，没有所觉，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闻，没有所闻，就是从这儿，没有能听的，没有所听的，根尘同时落，如若不动，你说的意识也没有落，根尘是18界，绝空，都是真如实性啊，就在这。六根圆通就是真空啊，不是在头脑里面建立一个空性啊。你得把这个东西圆了，圆通啊，六根互用圆通，你就证入空性。对啊，师父，你讲的时候，这个自然就会去思维呀。没问题啊，继续啊。你100天以后你就不会了，因为你习惯那样子思维啊。你现在能量全在头上啊，你已经习惯学那样学法了。你学的没错，都对，但是你需要一些停下来，停下来，你需要停下来，把你的思辨停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故意去想。是啊，你已经有很多理论了，理障了嘛，很多理论了嘛，是吧？比如说你讲的时候，我自然就会起东西，但是我也知道我在起念头。是啊，你已经知道了好多嘛，知道了就是这样。我们总是知道了很多，是吧？已经知道了很多，它在头脑就形成知见了。这种不一样，比如说，我说个苹果啊，
你吃过很多吃过苹果的人，就会马上在头脑中形成苹。你要听懂我这两个字的话，形成文字像了。对，我说的文字像，你就说啊，苹果、青苹果、红苹果、蓝苹果啊，没有蓝苹果、青苹果、红苹果，然后呢，酸的、甜的，各种连口水啊，连他的味觉，肯定是圆的，怎么你全能够刹那之间出来？对。这叫本能的文，着了文字享福。我们说，这个本能是不是能一下子破掉的嘛？但是这个说如如不动，你说我对一个小 BB 说苹果，他反应也不反应脑子，因为他没吃过，他没牙嘛。他不知道，他盯着我苹果，不知道。那个就是真不知道，那不是空性啊。但是呢，你空性是什么？当说苹果的时候，你不生法相，但是你知道了了分明。但是头脑中没有文字想，这个是正量，知道吧？你随时修定，你就可以正得。这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那些生生世世就不影响你了，你就是正完了，就是过去的那种种子啊，就是生生世世树世的那些业果啊，它就影响不到你了。你要本能的生，这个你没有，你不在生生的定里边去修正的话，根本它肯定是生，否则你听不懂这句话，怎么能听懂呢？你不生法相，我不说你。你要是头脑中不生出那个苹果的图片，你怎么能听过苹果二字呢？那不白说了给你。对牛弹琴都是这样的，因为头脑不生法相，不生的，是吧？你看小 BB 他就不生，他那真是就像牛牛一样的，他不知道苹果是什么样的嘛。你说啥白说，但是你现在里边有了，你很多文字想，你很多说啥你也知道，是吧？就会形成理障。法相更多，但是你现在缺定力嘛，所以你偏重修修定嘛，文思嘛，文思是对的嘛，文思修嘛，它缺定嘛，缺定你就把理论放下去修嘛，这里倒是挺，要是昨天有个师兄坐在那跟我说，他刚才学佛的时候，他啥也不知道，他就没听过释迦牟尼佛，他啥也不知道，就第一次就开始听释迦牟尼佛。但是他听过什么念珠是108颗，他听有人给他介绍说是手里拿念珠是108颗，哎，正好我送了他一串念珠，就106颗，里边缺2颗，他数来数去说不够，然后拿着这块念珠问我说是。人家说108颗，老师你怎么数了？我106颗，我就没数那个念珠，他就是少了2个。我说就是106颗，他不对呀，老师，人家很多人说108颗才有用啊，106颗没用啊，念白念啊。我说举例啊，这就是知道一点了，但是不圆满，他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他就卡在这几点上了，哎，他就是。谁谁谁出家人说了，这个念珠一定是108颗，他就记住了，他别的不知道，他就知道。然后如果你这个念珠给他凑不够这108颗，他就卡着，他觉得白念了这佛号，是吧？这就叫理障。哎呀，偏偏那个不就是不够那个珠珠也就奇怪了，别的珠珠不够，就那个珠珠不够。这不是破理障，这不是要破大理障，是。这个念珠到底是106颗念起不起作用？你要想一想，你要想清楚啊。他要不懂这个念珠是为我们方便设立个方便啊，你不用念珠也行嘛，是吧？他要是不懂得这种方便，不懂得这个念珠，当然说有的说还108颗有人家有意义的嘛，每一颗代表啥？108那上怎么怎么还要经历过什么？他没有这个也能成佛吧，就是说没有这个念珠人家是也能往生，是吧？这都是人力编的一些方法嘛，是吧？但是他懂得这些的话，他就能放下这106颗，就觉得没所谓啊，老师给的个念珠管他106、108，我先念着呗，是吧？但是他要不懂得这个，他真的能卡在那儿，知道吧？他就一定会再多串2个珠珠他才安心，是吧？你要为他安心，你就说，哎，再穿上2个就行了呗，是吧？这也叫方便法。你要为破他的执着，你就说就是106颗，哎，他也行，哎，时间久了，他慢慢也不着相。你看哪种法门适合他呗，是吧？但是我们总是心里边有，对我们所知的，你看，他就会有障碍。就是说，如果你障越深的，
他每天拿着那个珠珠，他心里隐隐约约总觉得缺两颗，两颗就像那阴影，你知道吧？嗯、他会心里有阴影的，知道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上就是那缺两颗那种状态，对对，有阴影。你为什么这么？除非把那个认知到。你这就叫颠倒妄想症，砸破有病呗，砸破，慢慢修把病去了呗。很多事上大家就是说明知道就这样，但心里隐隐约约，明知道106颗也能往生，什么都知道，就是觉得隐隐约约，怎么就缺两颗呢？怎么就缺两？为了有那两颗不是更好吗？你就要从这缺两颗来开悟，知道吧？你要配上那两颗，你就安心了嘛，是吧？安心了，下次别的缺了两颗，你更不行，你就在这儿卡住了，知道吧？哎，既然这个念珠两颗，你心里边隐隐约约老觉得不对，你就在这儿把它改搞掉。你知道那隐隐约约啥事也没有，你以为有个啥事？我们头脑制造上那个神秘，知道吗？可神秘了，整天隐隐约约觉得，我有个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两颗真的不安心，肯定是有姻缘的，有啥姻缘没有？告诉你，特逗，没姻缘，啥这世界就是个假象，哪有什么姻缘？这就我经常举例说自己曾经看见夕阳，会心里就老是觉得隐隐约约有个故人要来，或者是觉得看见夕阳，就觉得心里边惆怅啊，起心动念，觉得肯定是发生过点啥。到后来随着你修正，啥也知道，啥也没发生过，你就那种觉受，知道吧？可能气脉的运化啊，什么因为植物流注啊，什么，它到了下午几点到几点的时候，你运化在那，你身体就。心上身体就觉受，很多人会，你神神秘秘的因为有什么因缘，我们人类可神秘了，就你就会制造各种因缘跟境界出来，情景对吧，演情景剧的编故事，然后呢，哎，编突然跟哪一世还对应了，那一世的果报熟了，然后真的有因缘了，真的好多东西就出现了，这就是头脑，就修行人经常在这里边折腾。但这个是怎么破？你那个随着你修正，啥也没有啊！真的是，哎，真的是光天化日之下，晴空万里呀、啊，啥也没有啊！这个世界就没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没事儿。嗯，你还编那么多故事，那有事啊？此时此刻我都没事儿，有啥事都是在头脑里边乱想，编境界，编电视连续剧，编故事，在梦里边编梦。随着你的修正，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啥也没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就是你做梦。你说看见啥了？就讲那你的梦里面吧。你的修正都是梦境，没有什么修正。佛说了，你就是嘛，你就在梦里边，还在编连续剧的时候就不知道嘛。总有一天会醒来嘛。有时候是。你修修定力，然后再看看自己前几年颠颠倒倒那样子，然后觉得蛮搞笑的，蛮好玩的。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是颠倒起来，真的是就要疯了，颠颠倒倒的在里面，折腾啥事也没有。有时候轰轰烈烈，轰轰烈烈的，我不是说佛法的啊，轰轰烈烈的，还什么呀，情感或者什么。哎，一天这心里面没的时候，啥也没了。突然烟消云散，你咋放下的？不知道。他就是个幻境，突然就没了呗。谈恋爱谈得轰轰烈烈的吧，突然有一天没了。说是放下了，你咋放了？我没看见你放下。他就销声匿迹了，知道吧？又没有了。不用放。他就是个假的。一说这些大家就心里堵得慌，怎么好好的感情就没了呢？不，因为都觉得应该有点美丽的感情，不要没了嘛，美丽的感情干嘛没了，老师这太无情了，老说这些是吧，问题你有本事留住是吧，当然这一百年要是使劲留也没问题啊，这一百年因为幸亏我们活得短，一不小心也能白头到老，因为就这几十年吧，没问题啊，努力努力啊，两个一起留啊，是吧？共同造梦啊，共同造境界啊，也能留住嘛，只要开心也可以啊，嗯，不断造梦嘛，嗯，也能留个人世界的生活嘛。但是你要是说
其实你修正，你慢慢慢慢开始圆满的时候，人世间的生活也挺好玩的嘛，也可以的，嗯，不会说多烦恼的，嗯。是我们造梦，是我们在里边颠颠倒倒，执着占有、控制、征服一大堆欲望，才苦嘛，婚姻啊、爱情啊、亲情啊，在情里边各种想，而且很自我，他才苦嘛。比如你一定要对方按照你要的样子做，一定要求对方，父母要求孩子一定要怎么样考，他一定要怎么样，好像父母觉得有面子，要么孩子才有出息嘛。然后呢，妻子一定要丈夫怎么样，丈夫一定要老婆老公怎么样，这种就是你这种要求来，要就把个情弄得太复杂了，搞得就好像苦难，全是苦难，情里边全是苦难。除了只是说生老病死，说爱别离啊，说就说相爱的人会死掉得病这件事我们搞不定，其他还不都是自己搞的，其他苦难还不是自己在那执着搞的吗？你说得病啊，你这个他风吹日晒的，他有时候啊，这个心他会心中坏空吧，你搞不定吧。死亡这种你也预测不到嘛，他都要可能旦夕祸福。其他这些烦恼啊，每天吵架啊，这拿不起放不下，这不是自己搞的嘛，真的每天折腾。你要想清净还难吗？每天找点事儿。这个不找事儿，觉得自己没价值，没存在感，是吧？找事儿在哪找？在身边这些人上找，找老公的事儿，找父母，反正找啊，看谁不顺眼了，看谁顺眼了啊，就是找事儿嘛，觉得自己闲着嘛，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你知道吗？啊，千万别这样子，我们没有闲着，修行人哪有闲的时候？每一颗清净都是修正，知道吧？那不叫闲着，那叫清净。清净里边是收摄内心六根停摆的，关闭六根的，你才能清净无染。所以每一刻每秒，你住在清净的状态里，都在修正大乘佛法，按空性正见。虽然没有那么多头脑大什么空性啊理论讲，每一刻每秒都在清净的状态，然后最寂灭空，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哎，寂灭就是圆满的圆觉状。其实这都在修，不是邪着，你看着修行在邪着，没有邪着的，这都在受心为戒，知道吧？很累的，刚开始这样子，外边那种吃喝玩乐的人，觉得所有修行人都坐在那邪着，他没坐过来待上十分钟他就累坏了，都在受心，知道吧？不放逸，哎，都可，这都很累的，都坚持不了多久，都很心力疲惫的。所以闲着不是让你啥也不干，其实让你在那种闲着都在精进啊，那才是精进啊。你忙着做红尘的事情，但有时候心力不够，心力不够不休息嘛，就闲着了，那就真闲着了。心力不够你放松啊，心力不够不是我们心力不够，知道吧？嗯，你是坚持这一件事情心力不够，知道吧？比如说一天让你24小时坚持打坐，你肯定心力不够，摄心。但是我一个小时唱歌，一个小时跳舞，一个小时吃饭，一个小时游泳，一个小时玩，一个小时你分开很多事，你就心力够了，是吧？看电影看4个小时你也够，是吧？哎，看电视连续剧能追25集，是吧？然后呢，唱歌，哎，所以多心力够啊，是吧？哎，但是你说到这看电影这个，我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我以前看过电影的那个画面，啪啪啪就会跳出来，嗯，那我还继续看电影吗？那明显你在打坐嘛，怎么跳出来你就不看了嘛？你都看过的哦。对呀、啊，就不看了。你当下是在打坐，那就好好打坐嘛，跳出来就不理他嘛，让他跳呗，是吧？你为啥要看呢？这不用看了，你做啥就做啥嘛。所以我们的心力是够的。我这样说的是心力哥，你看我们拿出几个小时睡觉，拿出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喝水，都是够的嘛，睡觉也够嘛。哎，你知道吧？睡觉心力不够，睡不着的啊。对。心血不够，有哪个能睡着？都10年。嗯。心力够才睡着了，所以你的心力一直是够的，只不过是不能再持久的做一件事。嗯。知道吧？睡觉这件事能持续做7、8个小时，打坐做不了，打坐最多能做2、3个小时刚开始，持续啊，有的人最多45分钟就腿疼了。嗯。如果腿不疼，有的人3、4个小时，我觉得基本上刚开始3个小时吧，差不多。嗯。再好也就是说。开始忘身忘我的这种能做个7、8个小时，其实
对出血3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你去了悟空性证件，一开始，除非你是真的是有特别需要8个小时，就3个小时就差不多，2.5到3个小时嘛。再至少再练就差不多，对，在家里。所以你可以，如果是说累的话，这个休息累了，你就做点别的嘛。所以心力只是个调节，没有不够的时候。甚至你累了打盹，这睡觉呗，夜不倒单。人家说一晚上修行的那阿罗汉修，他也有时候睡着了嘛。他只是双排睡着也不动嘛，双排他睡着了，他也能憋住嘛，两个腿他就不会倒下嘛。有时候也真的是双排着睡觉的。我们心力不要，心力是永远够的，只是我用来睡觉了。是，因为睡觉时我用来睡觉睡了8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用来打坐几个小时，打坐啥几个小时，就这样算了。所以睡眠影响还不大，散了重欲影响，重欲让我们那个消耗比较大，刚开始心力。还有乱想，想的太牵挂，就是太执着这件事，就是这件事太入心了，这件事，比如哎，就是你太操心了，哎，这个也消耗，一下子心就没力了，知道吧？乱想还好一点，乱想就说明每件事也不太重要，一桌子事哪个也不重要，就乱想呗。但是突然对某件事特执着，哇，那个最消耗了，挂也特重。就你看这桌子上一大堆东西，大家都乱想，都这就像我们的念头，因为哪个也不牵引你的心，所以你也不突然有人，把那个谁的杯子，胡老的杯子打了，说哎，偏偏是为什么打我的杯子呢嘛？哎，这下就舒心了，就心里就难受了，他为什么拿起我的杯子打了不打别人的？其实不是那个杯子，有时候不是那个杯子，是他为什么打我的杯子？他对我有意见吗？这就开始了，哎，这个时候消耗就开始了。是吧？打个杯子本身不消耗，也没所谓，因为这是大家。但是起心动念了，开始觉得这引申出来的，这叫攀缘。为什么打我的杯子？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我又做错啥了？凭什么？哎，这就后边就特消耗这一串念头，知道吧？修行人就是，哎，打个杯子，我的本能的这两点出来了，第三句话如如不动了，他绝招嘛。甚至他在定中的时候看也看不见那个杯子打了，对吧？他就停在前边第一念上了，有的停在第二念上，有的停在第三念上，有的时候停在第一念，哎，打了个杯子，第二念我的，第三念，哎，管他呢，我在修正，哎，马上回来，他就不会再想后边那一串了，对吧？有的说，哎，为什么拿起他拿我的杯子打了？哎，停在第三念，哎，说我现在在修行呢，随他们去吧，哎，又回来。这就是修行嘛。你刚才说的那个经验，就是念头起来那种，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那种经验，那叫攀缘心嘛，你就往回收嘛。你要是有点定力的，他杯子打了，动都不动。就是，也不是说你空我空了，连这个空想也不想，是吧？不要说杯子打了，杯子空我空，坐在那儿，你这就乱想，这就叫。杯子打了，他不影响他定力，他看一眼又打错了，他想连起心动念都没有。除非有人说啊，那是你的杯子，你要动都来跟你说，你说哦，打就打了吧。哎，说这句话的时候，心也是不动的。